呢度是西环的青莲台，在香港唯一供奉老班为正神的老班先师庙。这座庙建于1884年，由当时香港华人富豪李星以李庆浩的名义将这块地皮赠予工人建庙的。庙的特色以五昂朝天式的山墙、独特而丰富的壁画、精细的石湾装饰工艺著名，更被古物咨询委员会评为一级历史建筑，现时由香港港乐团负责管理。庙宇当时以时值40000购入，以师庙之不可毁灭、古迹之不可淹没的前提下运作。咁人佢有后裔噶嘛？哦，你如果人家攞翻，你点啊？你将我阿爷都系俾咗人。而老班先师庙前门有住麻石刻嘅老班先师庙牌记，左右有石刻对联，右边为东老盈亏，远垂万世。而左边为北城左斗，永战千秋，充分体现出三行工人对老班先师的敬重，更点出老班不成的别号。店里面正殿供奉住老班师傅，前边左右站住两位童子，分别拿住三行常用的墨斗和曲尺，可见老班技艺对三行的贡献。副殿两侧放有土地公和财白星君，他们都是三行不可缺少的神明，但是老班先师庙仍然面对着不少的挑战。前人被留遗留下来给他的庙宇就这交给政府部门打理，他也害怕就是说保留不到的传统，即这个是两难的局面。他们一方面自己年纪的老迈、就很难再去有这么精神去打理，但如果被其他部门政府部门去打理呢，又怕即说、未必个传统能够延续下来。他也在律师楼，我有份去开几次会，他收尾他说去完老厅政府那里查，怎样查都查不到，那些那张几张契那些狗肉狗在律师楼烂晒，他在底面找了一条表画，这样表画那不行了。那我说我们花这么多钱都没办法查得到这件事，我说问题就是想你们政府拿一些钱维修漏水，拿一些钱重修这样嘛。我说很早期庙宇委员会都闹我们拿了，我哋都唔俾啊！我話建築行業嘅時候，我話我哋大把錢剩。我話呢幾年咧有啲做唔掂，佢係冇錢堅啊嘛，收入咪少咯。咁我話如果你哋唔收咧，冇錢俾我哋維修咧，我咪由佢冧咯。我話你又話阿樂嘅古蹟又話一級。面對業權一直未能夠釐清，同廟宇感情深厚嘅管理人關先生嘗試努力爭取。希望可以保留廟宇的業權發展。那個地方要個廟咁耐咁耐㗎嘛，即係個廟一起嗰棟牆已經喺度啦，嗰幾隻字。你啲為主力㗎嘛，係嘛？你啲嘅地都。我話我哋攞翻管理權，管理權我話嗰啲係我哋起㗎嘛。我話你嗰啲如果起咗你哋政府嘅你咧，我話而家冇權人哋去我哋。嗰啲捐錢嘅翻去蝦入我阿爺，或者捐錢落去嘅有冇名喺度先咁？我話佢拆得掉曬都唔定嘅啦喂！咁我一開董事會，我話一定要攞管理權，係嘛？咁我哋年紀比較我大啲啊嘛，咁啊個個都接受我意見啦。我你唔攞管理權，對唔住人哋嗰啲有錢嘅捐嘅錢落嚟嘅，我拆得掉曬你嘅。咁我話，我話我哋冇利益噶，我話我哋係唔係都請嘅秘書喺度。啊，多少錢係嘛？我話佢喺度打理啊，啲收下啲私信啊，負責一年都有多少做噶嘛，師傅大，咁咪收入，咁咪有啦，咪整咯，冇咪有個攬啦，冇人怕啦咁。佢收尾㗎，佢話後來阿林志國，佢話好啦，聽你哋咁講都係啱。
成功争取了业权，庙宇得到保留，亦见证了鲁班锲而不舍的精神。这一日是6月13日的鲁班诞，又名师傅诞，是从事三行的重要节日，不论武中青的同业都会聚首一堂，在一日为师傅武龙老师祈求工作顺利，风调雨顺。每年这一日同业都会一起吃师傅饭，传承鲁班的精神。而港乐堂都会同建造业议会等机构合办青年鲁班选举，选出行业表现出色的代表。究竟鲁班精神又怎样帮助到学员呢？建造业议会同香港鲁班港乐堂同埋香港职业训练局联合举办的青年鲁班选举，主要咧系爱嚟表扬同埋鼓励一啲喺建造业里边表现优秀嘅年轻人。希望直至咧係去鼓勵佢哋係努力上進啦，同埋增加佢哋對呢個行業嘅歸屬感。跟住咧，而家透過一連串嘅宣傳活動咧，係俾坊間嘅市民大眾同埋一啲年輕人認識。其實喺建造業有唔同嘅發展機會嘅。嗱，首先呢個選舉咧就係已經有兩個層面先嘅，一個咧就係工程管理嘅層面，咁另一個組別咧就係技術工友嘅組別啦，就係真係去喺地盤裏邊做技術工友層面嘅一啲嘅工友。咁透過呢個面試，當面試員係面試嘅同時咧，係更加認識佢之後咧，咁首先就會揀咗一批出嚟咧，就係較為優秀先嘅。咁而喺呢批較為優秀嘅候選人裏面咧，再揀其中嘅更加優秀嘅嗰一位，最優秀嗰位咧，就成為一個優秀嘅老闆。係啊，一個咧就係控制 panel， 另外一個咧就係摩打，係令到佢嗰個叫做威亞咧就上。林海圖喺瑞安建業工作咗九年，係2013年青年老班得獎者之一。雖然佢認為獎項對升職加薪影響唔大，但是選舉令他獲益良多，尊師重道，他讓 我們知道有這件事，即不可以說打教出師傅沒有徒弟，因為這個是 一代傳一代下來的，我都是被師傅教的，可能將來我都會教師傅，可能我就會在這裡有這些樣的體會左右。這行其實建造業是要有的，因為你出到來就算你在哪裡你學完東西都好，都是皮毛來的，有些東西真的要有 老師傅的經驗啊，還有他的指導啊，還有他即係佢唔可以，同埋好多如果真係識少啲師傅咧教人咧，就唔會話直接俾答案你嘅，會話少少俾你知，等你諗落去嘅。如果佢直接俾答案你嗰個咧，就唔係教你嚟嘅。呢啲都係知道，即係要一啲師傅關係啊先至做到。即係如果你求其問一個唔識嘅，問一個你唔係好熟嘅人，佢會直接俾答案你。之後你下一次會唔會記得咧？有人會記得，但係一定唔會深。但係如果佢係知道關係嘅時候咧，佢知你脾性啊，即係同你相處耐咗咧。咁佢就可以攞另一個方法，可能講笑啊，可能係嚴厲啊，可能即係各種樣嘢啦，令到你另一個方面係自己諗到，而唔係人哋話俾你知。我覺得百年樹人仍然堅定不倒。雖然港乐堂面對各種歷史遺留下嚟嘅問題，冇人能夠預測未來，但係鲁班锲而不舍嘅教育精神仍然是他们不变的格言。